大家好，我是 Sandy 吴珊如，美丽家人裙摆蓬蓬 run 八周年快乐！我跟 Hushy 是今年 Pink Run 的公益大使哦。2022裙摆蓬蓬 run 公益路跑以线上方式扩大举办，今年的主题 We Run 台湾，号召小蓬群们在台湾各个城市，不限时间、不限地点，一起为乳癌防治蓬起来！你只要报名，美丽家人就会捐赠50元，给予病友更多的帮助。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女性健康，穿上粉红蓬裙为公益而跑。现在热烈报名中，请到美丽家人的网站上面可以了解更多相关资讯。让我们在10月一起为爱起跑！